有谁知道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们的罪过呢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加薪美容，令我们饮食转送。你没有引发雄姿，吸引我们步步跟踪。你只有一份彻底倾倒的爱，永不干涸，无止又无终。你被藐视拒绝，我们却依旧懵懂。你担当世人罪孽，我们仍然无动于衷。你只有一份牺牲的爱，无计代价倾一生中。你只有一份默然的爱，深情尽在不言中。我们的罪孽将你压伤，我们的过犯将你刺痛。你担当我们的刑罚，背负我们的苦痛。这份惊天动地的爱，我们永远将你刺痛，你担当我们的刑罚，背负我们的苦痛。这份惊天动地的爱，我们永远不懂。为什么你甘心离开天上的尊荣，为我们将十字架染耶稣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但是死亡不能囚禁我们的耶稣，他为我们死，被埋葬，
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已胜过阴间，掌管天地政权，因着一次的顺服，成全神的旨意，让救恩临到万民。你的创造奇妙，你的能力无限，你的荣耀我们亲眼看见。我们要遵从你，我们要与宇宙万物一起欢喜歌颂，与天上群星一起赞美，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赞美不会停息，我们怎么能不赞美你呢？宇宙万物歌颂欢喜，天上群星Thank you.
造的主，宇宙的神，慈爱的主，我们要与万国万民、天使天君欢喜赞美你，俯伏敬拜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